啊，今天是2021年9月2号，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的19:02。刚才我看了一下最近的临牌录像，我发现在临牌的时候，我在不断的吸鼻子啊，我想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突然引出来一个圣母玛利亚的一个头像啊。引出来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头像啊，圣母玛利亚头像，圣母玛利亚的头像，圣母玛利亚的那个头像后面，有那个飞碟在转啊，有那个飞碟在转，有那个飞碟在转，有那个飞碟在转，那飞碟转的时候，飞碟在转的时候，就那个风啊，就吹到鼻子里了啊，吹到鼻子里的凉飕飕的啊，吹到鼻子里的凉飕飕的。虽然不是感冒，但是那个凉飕飕的感觉同鼻子同那感冒差不多啊，凉飕飕的感觉同鼻子那个差不多，所以呢，情不自禁的吸鼻子啊，情不自禁的吸鼻子啊，从圣母玛利亚确认了一件事啊，那个非典确实是酷鱼重症，当初啊喊妈妈的时候，那个非典啊，确实是那个非典啊，那个非典啊，那个非典，那个非典啊，原来圣母玛利亚在。在我那个鼻子那边，让它产生风啊，让它产生风啊，产生风啊，就提醒我，那看到的那个确实就是，看上的确实就是啊，看上的确实就是，他为了把那个场景再告诉我的时候，他在我鼻子那边在涮风啊，涮风啊，涮风啊，涮了一个，就我这鼻子痒的时候的，就吸鼻子啊，就吸鼻子啊。吸鼻子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